了之。你看这个鸟是边走边拉蛋吗？哇，一对，一二三四五六号通。哇，这里还有两只，你们看这一下子这么多蛋。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这又有海鸭蛋吃了，海鸭蛋营养高啊。放桶里啊，看，我发现这里还有两只蛋，这两只蛋藏在这里，藏得很隐蔽呀。你们看，看这里好像还有两只。哎呦我天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，把人家鸟蛋给捡了，我也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就捡呀。你看哪里还有两只，哇，这今天这里海鸭蛋太多了，看看看，哇塞，又有两只，看，还行，还这个头。你看这里还有一个，哎呀，海菜盖着了，你不仔细看，差点还没发现它。放桶里吧。看这里还有一只蛋，在这里水都打上来了，它还在这里完好无损。你看这一条鱼，水冲上来一条鱼呀！哇，刚刚在这里捡蛋的时候还没有的，但是从那个方向冲进来的。哇，这是一条什么鱼啊？哇，你看它身上星星点点的彩色的，很好看呀。哇，这是黄鲷应该是啊，你看它的刺可漂亮了。哇，你们看这条鱼虽然不活了哈，但是你看它很新鲜，丝毫不影响吃。看这里养着海星，哇，这个海星它贴在这里好好看呀，是不是啊？这就是大海的颜色。嗯，你们喜欢吗？你们可以照着它画一幅画，也很好看哟。样貌长得好哈，清秀，看长得多可爱，很清秀。现在涨潮了，你们看冲上来鱼呀，还有海虹。哇，这一串一串的海虹个头不小。哎呀，这从三月份到现在都没吃海虹，这又有海虹吃了。看呀，这个头可大了。哇塞，可以啊，这它价格不贵，但很好吃。这马上又要到，还有一个，嗯，有吗？哇塞，这一锅都有点小，没看清啊。这马上又要到吃海虹的季节了，期待已久吧。看前面，哇，这太深了，这里边有好多小鱼、小河豚什么的，就是镜头拍不出来。你们有时间自己来感受一下。哇，快看，这是啥？这是一个 W 呀！啊，不好意思，吓了你们一跳，一个大石头。啊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串，还有一串海虹。这是从那个养殖绳上掉下来的，还是从礁石上掉下来的？哪里？大米似的。卵吧，卵。这是小贝壳上的。嗯，这是那个很小的小贝壳，但是没有肉了，全都是小贝壳。但是你猛一看，有点像大米。这上面还有一个死了的小螃蟹。哇，你看，这是海蚯蚓，你们害怕吗？我感觉啊，屏幕前的你们肯定有好多不敢拿的。但是我啥也敢拿。看这里还有一堆，但是水太深了啊，快点看一下吧。这水这么深，你们害怕吗？其实在镜头里看着并不深，但是在我这边我自己感受的话就很深了，又是一大串。哇，你们看这个个头都不小啊。我们这边的海虹它都长这么大，没有像南方的那种青口这么大，是两个品种，你们知道吧？青口和海虹是两个品种，生长在不同的地区，味道也不一样，个头也不一样。放桶里吧。